近日，在长沙一些微信群中出现了一张微信群聊截图，截图中 72.5 万比一跃而下等字眼让人心惊，一时间消息在网上快速传播，并被某自媒体臆造为长沙一对夫妇所办教培机构被罚 72.5 万，误导公众以为事发长沙。经调查核实，长沙没有对单个校外培训机构开出 72.5 万元罚单，也没有校外培训机构老师走上绝路。2023年暑假期间，长沙市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治理行动，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200余人次，排查校外培训机构、托管机构等4700余家，查处违规培训227起，先后4批次查处并通报隐形变异学科培训148起，对违规培训予以行政处罚共立案50起，已处罚36起，罚没39.4万元，还有14起在走处罚流程。